三分之一的部分接近就是这条红线的左边一点点，哦，因为旁边那个旗啊，它占的空间太大了。旗贴。中间总是比较细，它这边有绳笔，好，这个在这边底下先指向左边。好，你用个起笔贴，起贴。它哦，只会比那长一点点，不要写的特别长。另外这一束会微微的一点点，好，一点点。品，你看这个三个品，它的第一笔，好，这个就是你可以用不起笔的方式写。第三个口的第一笔，它那个笔尖你看那么尖，所以约略你可以用一个类似长点的方式，哦，有看到哈，哦，